那先称重嘛，这个是 agaros 洋菜椒啊，就是那个比较分身等级的，分身等级的哦。OK， 而且这个大概7000块，2% 一克，一克。那个你们再进去一点好了。一克，够够。那边还有人吗？还有一两只。这边很多人了、哦。我不用汤匙，就是对，就是不要用汤匙，不用汤匙。虽然有时候会那个失误。对，所以那个有点高，不要用药勺了，因为那其实做实验的时候，你们喜欢用药勺，药勺有个危险，就是说那个没有洗得很干净，然后到处污染，而且会污染这个，怕的是这个，这罐污染就全毁掉了 ，OK， 然后又到处乱沾，其实这个实验有时候到最后数据都不是很精准。那一克，其实有些时候，你不要在意那0.1克，不行，我们要精准。可是你多0.04，对，其实是还好，因为我是跑焦而已，我跑焦而已，那个浓度其实不会因为这个差太多了。我要的那个浓度大概是2%，然后这个大概3%，哎，就是2% ，OK， 然后就这个地方不能倒掉，就因为你已经称好了。用倒，用手这样来倒，不用药勺。然后接下来要加八粉 ，sorry， 给我。那我们加热，因为其实之前是用微波炉了，但因为谢谢，快去。等一下，救我一下。老师，你要去哪里？要去跟我说，这样没办法，不方便录。你可以先帮我拿这个。哪个？两桶，对。Jesus。啊，其实跑焦是跑焦区。跑焦区，那因为我们现在等一下会在那边跑，所以那个。